要着急。来，你是不是？你有没有问题？你到不到我？你哎，好，我们一起啊！好，那个珊珊，哎，这边有人穿隧道吗？这个刚才这个哎，不是啊，我没看见，不是不知道。好，秋凯、珊珊，出现了。哎，包包和秋凯后面出现的。秋凯哥 ，OK， 是的。包包和秋凯不要管，包包和秋凯不要管，其他人，珊珊我们走，包包和秋凯两个有问题。OK。好，包包和秋凯不要管他们这两个人有问题，有问题。有没有这种可能？包包和秀才，先在找人啊！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丢了。包包和秀才，洗脱嫌疑。哎，秀才在干嘛？他在做任务吗？他是故意什么？他故意的吗？他在装吗？不知道。我先做个任务。好，我不知道。我可太像了，我跟你说，这把我感觉太像了。这个秀才有点，你演的太像了。仙呢？仙在哪？我不管。包包秀才不知道。包包珊珊哦，不对，珊珊和谁？秀凯对，秀凯对，珊珊对，我们俩，珊珊秀凯 ，OK， 没问题 ，OK。我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，我跟你说 ，OK。等一下，马老师，我又是狼吗？我哎，连续两把狼吗？我连续两把狼吗？你还脏我，秀才还脏我，你跟还有一个嫌疑。珊珊秀凯，珊珊秀凯，秀凯哥不对，哎，秀凯不对劲，我们任务还是要做的。秀才狼面很大，秀才狼面很大。我已经做了呢。秀才狼面很大，他你看他一个人脱节。他突然，你们都有任务吗？你们都有任务吗？哎，这个他任务在上面，他问题很大。任务在下面，他很奇怪，他很奇怪，不管他，这个包包也有可能是狼，不知道。我不是，我真不是。我不管，我不管，其他我不认。我不认 ，OK， 我只认三枪秀凯。不爱跟我们抱团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不管。所以我才想跟你们抱团呢。对，我不管。好。你们快坐，我下面有个任务，我可以做吧 ？OK， 坐。好，我们大概率是好人。好，你坐。我的任务不在这边，我的任务不在这边。脱节，你干嘛？到哪去了？哎。哦，我天，秀才哥来了。来，你敢刀吗？哎，包包去哪了？你敢刀吗？包包去哪了？你不敢刀吧？刀刀去哪了？包包去哪？你别装，你敢刀吗？我们这么多人，你敢刀吗？到直接给你报警。包包去哪了？不对，为什么有个鸭子？包包，你敢刀吗？仙已经很久没见了，我怀疑。你敢？怀疑啊！我怀疑仙已经嘎了，我怀疑仙已经被秀才哥嘎了。是的，这个秀才，这他说是的，有问题。我不管，我这把只认秀才和珊珊，我不管，我不敢。他又不见了，已经嘎了，有点，还有 ，OK， 做完了，完了，秀才 ，OK， 秀才又不见了，秀才又不见了，秀才很可疑，来，珊珊你带路，我觉得秀才嘎了。我感觉他已经凉透了，他已经凉了，他凉了，他已经变成那个上面有烂的鸭子呀。我上面有任务，坐，坐。哎，落单，有说法。哎，很奇怪，什么任务？什么？我在做任务，我在撒盐呢，撒盐和撒黑胡椒。有问题。好，做完了没有？做完我们走，不要离这个秀才远一点。算了，离秀才远一点。OK， 离秀才远一点。我下面带我一个，离秀才远一点。来，离秀才远点，离秀才远点。带我一个，离秀才远点。走，这边，珊珊走。离秀才远点。哎呀，等一下，走，离他远点，这个人很危险。走，他和包包很危险。哎，秋哥。知道了，我完全明白。OK， 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们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狼，啊，裂开。等一下，我不是啊，等一下，一个发言，一个一个发言，对，一个一个发言，先闭麦发言。这一波应该大概率包包或者秀才哥是警长，他选择了以命换命，自证身份。然后呢，心是死透了的。然后我马老师修改，我们虽然一直抱团。但是你们两个里面肯定开一个狼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个好人，我全程一直在做任务。然后呢，我要听你们俩发言，好吧？我觉得这个票得我归，好吧？啊，过。刁德一发言，这把啊，逻辑没有错。首先上来先很久不见了，对吧？我们三个都在抱团，我是认你珊珊和修可爱的。但是有一度我认为包包和这个和秀才是狼，对吧？里面要出一个的。但是这一下死两个应该。是啊，你报的警是吧？啊，没得想嘛，这一定是秀可爱啊！我看得清楚我自己底牌，好吧？秀可爱，你不用发言了，游戏没结束，你不用发言了。他们这两个里面应该有个警长换错了，对吧？不用说了，就是你秀可爱，应该是上来刀的，上来你不在事业内的时候刀的，好吧？
你不用说了，小可爱，我不管你说什么哦，不一定，有可能是珊珊哦，对，有可能是珊珊，他在这自己，他有没有可能上来刀了人之后呢？但是他，我觉得他在我的视角里面，他比你的好人面要大很多，好吧？我跟你珊珊票，应该没问题，好过，应该我票秀开 ，OK 过。马老师，我绝对不是那个啦，我在做任务啊，我是先看到秀才哥直接倒的，然后再往后走的时候看到包包倒了。那要么就是他们其中有一个是警长啊，刀然后反刀了啊，反正不是我。然后我在那个跟珊珊在那个就报警的地方相遇了，我还离他很远。我如果说我是狼的话，我直接刀他了，哇，肯定是珊珊。秀可爱要去个更好的地方，可以就是那种。秀可爱、啊，又是我以为他铁好。秀可爱，你这个时候你只能反踩马老师，你怎么踩我？马老师都踩你了，你还踩我干嘛呀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不是他的发言，那我觉得他很非常正面，你知道吧？哇， okay, okay. 那马老师杀了一个，然后又开始抱团，没办法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之前我已经说了呀，有没有可能是马老师？我已经两把狼了，好吧？应该他一直马老师一直是说啊，是他修改，他修改任记，知道吧？来来来，我就觉得他是铁好，高手不复盘，高手不复盘，高手不复盘。有，听见了吗？能听见。是你，又是你，刚刚修改，又是他。我刚才听见一个什么，又是我。马老师，我要走了。马老师，我要走了。他说又是他。没事，我们人在一块儿，就算是他，他也不敢下手。下手他直接输，对吧？就一个，下手直接输。那我们说，首先等一下，秀才，先陪你做任务。我先说两句，我先说两句。你看啊，你上来。说又是他，我觉得你在我这大概率也是好人。你看啊，如果我有 CD， 我是狼，我直接刀你了。这个时候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俩走在一块儿，无论是你倒还是我倒，直接报警，狼必输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逻辑？行，没错，可以。OK， 你跟我走，只要你不是警长就行。他要敷衍就可以了。只要你不是警长就行。是的，我不是警长。OK， 好，你跟我走。我要是警长，我刚才已经搜起刀了。OK， 你跟我走。你跟我走，对，我们俩是一定输不了。你不要把我带的太偏远的地方啊，马老师。哎，对，没关系啊，狼出来他不能刀啊，他刀你我报警，刀我你报警啊，是不是？他不是必输，有没有道理？对吧？好，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，我们现在抓住一个好人，基本上就赢了。我拿命信你，好吧？你肯定的呀，我到你找到你了，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么多，对不对？我不可能跟你说。场面我有点熟悉，老师，我这个有点。我如果刀你，我是不是找到你？我和你一上来，我不存在有 CD 问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逻辑？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珊珊不用管他，我们离他远一点。我们离他远点，好，珊珊过来，铁好人嘛，好，为什么死了两个 ？OK， 我报的警，我严重怀疑，我看到了包包啊，不是那个修可爱的尸体，然后呢，珊珊慌张的从那绕过去了，怀疑他想杀我，我就跑了，跑过去就看到了珊，当时珊珊跟修可爱是在一起的，然后他们俩走的时候也一起。我做完任务上去追着看，我怕珊珊杀我，上去我就看到了他的那个狗啊，珊珊跑不脱了，过。好，这里是秀才发言。那么在我这里，先报警，那我认他一个好，因为包包跟修可爱里面一定是一个警长和一个正常的玩家。那么修可爱之前说的什么？他说又是我，我们以上推断他有可能是狼，然后包包有可能是那个警长，然后。就是直接手起刀落，嘎了小可爱，但是小可爱是个好人，然后包包直接引弹自尽，是吧？那也就是说，在我们这里先提到了珊珊，说珊珊从尸体上路过，那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是不是珊珊就是那个狼，但是他没有动刀，是不是？这一场相当于是狼是没有动刀的，对吧？或者是什么双刀？马老师，你仔细听，是不是小可爱已经倒了，然后又狼人又刀了一刀？那这个推断的话，那珊珊一定是铁狼。如果要是说包包是警长的话。到了小可爱，他俩互死的话，那就是还有一个狼。这个狼是谁？我跟你说，
马老师，我感觉像是你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当然过了。秀才哥一派胡言，你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我刚才和修凯确实在上面那个地图做任务的时候，我还跟在那聊天了。做任务聊天的时候，其实在左下角那个一个假阿妈嘎的任务，我们跟他说话，他也不回我们，你知道吗？做完任务我往下走了，他说他往上走了，我压根我就没有跟他接近过。然后他过去之后，他跟我说我把修凯杀掉了，你知道吧？一派胡言，这个星就是直接，我跟你说，包包一定不是那个警长，在我的视角里一定是星先把包包杀了，把修凯杀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和修凯分开的时候，他俩还在上面，我就来下面了，我就碰到了你们两个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轮我在我的视角里面一定不是那个警长动刀了，星是一个铁狼。好，我刁德一发言。秀才，你这把糊涂啊！不可能是我，他们两个还警长刀一个吗？对吧？自己出卷不可能，好吧？这把你是铁好的，我们两个没有动手时间，一定是双刀。也就是说，包包和秀凯里面可能有个警长，大概率是秀可爱。先报的警，但是先他说话的分贝跟前面几句完全不一样。从听感上来讲的话，一定是先。然后珊珊他这一轮他没有去打你和我，他去打先，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直接全票挂先，他必是狼，好吧？第六感。心理学直接出，游戏结束，不赢我刁德一负全责。这个喇叭是不是可以报警？如果先报警的话，不就赢了吗？哦，开饭了，可以。没得说，没得说，没得说。开饭开得非常棒，没得说。游戏结束，没得说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一直在找开饭。我的建议是，你不要建议了。我们六个人，你不要建议了，你不要建议了。我一直在找开饭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要说话了，这个时候。我的意思是，马老师，我们六个人下一轮就不要开饭了呗，这样狼很难啊，马老师。哎，开饭是怎么开的呀？开饭是在那个最中间，修铃铛摇一下啊，修铃铛点一下就可以了啊。是的，是的，是我们人少，开饭就我这个小鸭子很惨。我想一下啊，我没什么说的了。逻辑对吗？我们是不是关了吗？我觉得逻辑是不对的啊，因为它是有这个环节的，马老师。对呀，你看，比如说这把也不是不行，如果关的话，我们就输了呀。对吧？是啊 ，OK， 好、哦，你先去吧。行，我接受，而且我接受。Okay、如果刀的快一点的话，狼人是有能力赢的，是吧？再见，对的。好好好，我接受，我接受。没毛病。不一样是吧？我教会了你一个新技能，没问题吧？把把赢，没问题。把把然后你把我的命拿走了。哇，我跟谁拿，我真厉害。我就知道秀凯是警长。包赢。哇，包包是警长，我是个好人。找不到。包包怎么死的？是包包刀了你吗？对呀、啊，包包为什么死了？刀出人了。我们两个都是三三杀的呀，秀可爱。主要是人少，要两个狼。声音很小吗？对，明天十个人玩的话就好玩了，要两只狼。这样推算就很厉害，你们是的，按 F 就很过瘾。你们按 F， 哎，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放屁呀、啊？对，这个、为什么我放的屁、啊？我还有个表情。来，为什么你的屁有表情？因为这里埋。Okay,